真是一盘。我吃饭了。它的肉质特别紧实，我都处理的可干净了，自己处理的。太香了，这个咸菜都是下饭。这个超级下饭，陈二啊，嘿，开心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吃啥呀？菜做好了，做了一个豆腐、豆芽菜、酱炒鸡蛋、龙虾尾，开饭。开饭了。让人把菜放点醋。给它搅拌搅拌，问题香了，汤不怕。Thank you.